大家莅临 Gotti Scorpio 家提在九方购物中心的全新时尚概念店的开幕典礼。那 Gotti Scorpio 家提呢，是源自于这种灵感源自于法国这种浪漫气氛，还有女人呢非常的优雅。品牌呢所带来的是一种融合创意、别致、趣味以及时代感的设计。那在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我们当然首先要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品牌执行董事黄一文小姐，欢迎 Amy。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到我们家提九方店的开幕。我们这个品牌是从一开始一只非常华丽、非常独特、非常精致的水晶手表开始的，到现在基本上它就是从水晶的手表延伸到各方面的产品，然后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我们家提的产品。这一个就是品牌一直的努力，它希望能够有一个设计上面的升华，让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享受到家提的整个感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著名的形象设计师，就是我们的 Ricky， 欢迎 Ricky。咁啊，請咗兩位咁靚嘅女仔翻嚟，當然係要同佢哋搭配一下啦。咁譬如身上我隔離呢個女嘅 model 啦，咁著咗一條紅色嘅裙，都係今年大熱嘅顏色啦。咁啊，首先我就加咗啲飾物同埋一啲戒指喺上面先啦。但係其實今季咧都可以再加一啲 catch pad 一啲飾物，因為其實而家個潮流都比較流行一啲 total look 全身 full look 嘅配搭啦。咁啊，其實呢條紅裙加一啲金色嘅飾物咧，其實好有新年氣氛，同埋效果我覺得好突出同埋好 sharp 咯。咁今年都會比較流行一啲撥襪嘅圖。穿一些正式的衣服，甚至乎一件 T 恤牛仔褲都可以穿到。還有最主要就是這隻錶，其實剪裁挺特別，就是因為皮褸上面怎樣令到感覺上會更加型和更加 trendy， 我就覺得要襯一些閃靈靈的水晶一些飾物下去，效果會更加漂亮。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要加一個 catch back， 這兩年都會比較流行一些 catch back 的示範，打開了裡面的都很有心思，好像一個蝴蝶，也都襯在2016春夏的主題，都是看到個 setup 都有一些花的主題。那今天的花卉設計呢，是由我們的大師，就是我們的花藝設計師鄭蔚先生，您好。那所以今天的花卉都是您精心設計的，是怎麼樣去做一個想法結合我們今天的這個開幕典禮？其實家提是一個很特別的牌子啊，他們把女生的很優雅而且很高貴的方面，重新用一個很有風格的方式展現出來。其實都是用紅色跟黑色的花，還有那些就是葉，就是把它弄成黑色的，所以跟家提的顏色是很搭配的。是。那今天呢，還有非常多的嘉宾来到现场，我们现在要邀请的就是我们的傅嘉丽小姐，欢迎 Kelly。Hello， 各位。其实我好中意 Gotti Scorpio 的理念啦，因为佢真系好带出咗自信，同埋系 time to enjoy 呢一个嘅理念。咁亦都我好中意我而家身上所戴嘅首饰咯。我们要一一邀请出来的就是我们的陈嘉荣小姐，还有谷主林小姐以及何嘉丽小姐，欢迎三位。首先先问 Eunice 啊，就是其实你有没有里面看到，我刚刚有看到里面逛，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哪一样就是产品或者是哪一样衣服是你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其实很难挑，对不对？太多太多了。但是我好像有一件是西装的 jacket， 外面有一点水晶的装饰，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那我们问一下谷主林小姐，你好，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其实 Gotti Scorpio 就是家庭的最吸引你、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当然就是它最有名的手表，因为它 有一个 slogan 就是 I am time to enjoy time， 因为这个是很有一个生活态度在里面。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的何嘉丽小姐，你好。那现在有很多的艺人朋友们呢都会选择从商哦，也会投资很多的不同的项目，那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呢？都有啊，其实平常我们聊天的时候都会聊到这个东西，不过就是我觉得 Amy 是比较有经验的。好，谢谢三位。接下来呢，要让我们一起来一个大合照。一二三 ，Cheers！ 耶！祝 Gotti Scorpio 家提生意兴隆，客似云来，恭喜恭喜！我们的 Gotti Scorpio 家提全新时尚概念店开幕仪式已经圆满结束了，谢谢所有的嘉宾朋友们，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出席，谢谢你们。